来看一下，看看这是红三色恶霸哈，来问问这个老板的价格。恶霸，这还多少钱呢？这个最火的是5000。他说最火的是5000啊。差两个便宜的。嗯。三千不行，三千是报多，三千超赞了，那个黄太黄了，它是磨的，磨的我也磨的翻车了，最少多少钱吧？两千块了，最少3500了，行行行，那你去看一下哈，走，老板，来看一下这个摊位哈。这个摊位，这个是高氧素，我的天嘞，太沉了哈，得有20多斤了，是纯种的高氧素。我问老板啥价，这个啥价，老板？3800。对呀。3800。真假的3800？你开玩笑了呗是？你要吧？要，你说最少多少钱？3000。不贵了，之前这样来就2000左右，10多斤了。今天咋了？有几个月了？今天3个月，不到3个月，8个月的了。2个月说不知道是卖2000，有30斤了哈，30斤了。有。你们说他最低多少钱行不？他说多少了？最低2800。最低2800啊？有点高，还能再少了哈。这边还有德牧，德牧还不少了。这是短毛公背哈，基本上这样都在700-800能拿了。看到没有？这长毛的哈。长毛平背基本上也就800-1000左右哈，走，我看这边有两只柯基哈，大屁股小短腿的，美髯色，品相还可以哈，看，咱问问这个价格，老板，这算下来1600，老板要1600，你给我说个最低价多少钱？这两天我都要，你说还能算多少钱？美髯色。我真都要这两个，我让的，我两个都拿了，就2200块钱1000一条，行行，不用这了，1100一条，行，走，再看一下，这是铁宝金的小鹿犬啊，看看，这是纯种的，咱来问问老板价格哈，哎，多少钱这样的？1400，这不得行，别砍价了，还要1400，那是天价，走人。你看这样的泰迪哈，这样的泰迪就不是太好了，就只能占个一般化。这样的泰迪之前啊，去年400多的，现在顶多给个600块钱，因为泰迪现在小型犬特别贵，旅游很便宜的了。这样的就这样的价格啊，500-600块钱一条。你看哪个老板，他有的要的硬，有的要的就便宜点啊。这就品相一般化啊，还可以。来看一下啊，这是红色云氏边牧哈，是颜色比较稀少的。像这两个边牧的品相啊，已经算是很到位了。干围脖，黄色匀称啊，看后边的黄色比较匀称。像这样的价位，基本上在2000左右啊。我看看吧。哎，老板，这是啥价嘞？这个贵，多少钱？这个18800。我这都想走人了，我这能拿石头走人了哈！对，到底多少钱？2800。石头是多少钱能拿走？有定金吧？有定金，快点！2200，一步到位。1500能拿不着？1500拿不着。1600能拿不？1600也拿不着。1700能拿不？拿，底楼2800拿。一次2000的吧？看了吧，一次2000，咱带着凶器了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里吧，简单介绍一下，价格都基本上都这样砍了。